做一遍，还是要试着八分下来，都能把入海中英堡中英堡出一个全世界最长的树的龟面包。东东还嫌它不够白，又在上面涂满白色鲜奶油。东东用麦芽糖把这只兔耳朵面包紧紧粘在墙上去找秘密。怎么样啊？我的耳朵很棒吗？他把他的头抬得高高的，又长又白的耳朵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秘密觉得东东好像戴着一顶华丽的白色皇冠，不过那是现在我做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的。这双又白又长的耳朵还像那个日本没有蛋糖霜，还麦芽糖的香味，真的香味飘啊飘。小动物们都忍不住咬一口，远远的老鹰也闻到了。老鹰来啦！咪咪拉着东东往前跑，但两只重重的大耳朵压着东东跑不快，跳不远。眼看着老鹰的爪子就要伸到他嫩嫩的头上，咪咪快点跑！东东大叫，接着他用力往上跳，故意往另外一个。